就是因为有这个绿光对着外面的顶景，所以咱会起魂耶。咱昨不是讲过去啦，眼力鼻舌心五官，这个五官啊，是因为四大所成。咱常常讲啊，身躯是四大加合，啊，这个四大呢，就是地水火风，就是因为有这身躯啊，去啊，甲外面的色相互相配合，所以易经啊，就成了心法。心法呢，就是分别啦。所以咱伫咧修行，对啊，修消性法的时，那就是啊，念的意，这个意就是讲六识易经啦、啊。这个、易经伫咱的消性呢，就是伫地啦，这叫做。第六意识，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等等，所以呢，意排为第六哦。易经就是六识啦。也那是伫大乘法内底来讲，它就列为第八识中的第七识。过去。慢慢跟大家人分享过去。是一个宗室，对啊，入来伊就是修啦。但是呢，这个宗室之前啊，就有作业啊，这个作业呢，就是细思，安尼不断的离开了这个境界了后啊，一直呢，搁再去回顾，不断的细思，迄个是我爱。乱乱不下，所以无法度通好彼此互相安尼如意相处，分开啦。但是呢，还是乱乱不下。我想爱要得的得不到，所以真无奈，心也是同款在迄个所在乱着不下。这种的乱着不下，这个贪念一起，就会想要安怎去做做，用什么款的手段，会当头得到我想要爱。所以，这种中下，伫这个思，这个心对境的想了后，会护住。后面伫咧制作，就是自己输字。你那些啊，往不归，就是讲心有不归者，他呢就会去制作一挂散布是非啊，那或者是挑拨这感情啊，或者是去做做要达到伊的手段。这呢，拢总是伫第七识，不管安怎做，做后的结果呢，就是伫第八宗识的内底。这就是咱定下伫咧讲，
万花带不去啊，唯有业随心啊，这就是造业的前提。所以伊那造成啊，那变作业障，这个业障呢，都归了第八识。所以咱一天的中间伫咧生活，哦，唔是干呐，情的五官呐，的感受，其实呢，也个有想甲思，迄、那个相印伫咱的心瓣里，开始呢，去伫咧运作做作。所以啊，这个意啊，意观呐、啊。甲这个定境啊，是互相相接触，然后呢去思考做作，所以这个意志实在是啊，咱爱定定注意。有这段阿弥的文哦，有一位啊国王，伊相信啊，这梵志，就是相信婆罗门教，伊非常非常的虔诚。有一回，这国王伊感觉到讲，伊应该啊爱做一个大施舍，所以。伊就下令啦，打开伊个国库，伊要为遐贫困的人做大布施，所以伊就大布施出去。伫这七天的内底，国王啊，大开布库，所有的物件，只要是需要。都一旦来试，第三天来了一个梵志，这位梵志呢，国王就特别啊，来给他作礼，啊就来给他讲，这就是我真期待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大布施。你看，你需要做什么？你做你会当伫这个其中呢，选择一处，就是一堆啦。你会当选择任你安尼试吼，那就会欢喜啊，那是真欢喜啊。他呢就其中啊，这个珠宝呢，伊就甲伊试一堆，排伫底下哩。就开始离开啦，行了差不多将近七步，伊个回到转来，把这个珠宝啊，伊都提起来，搁个放伊原位。国王就讲：为什么啊？你所爱，我已经下了，你哪会搁提到转来？伊就讲。本来我起这堆的珠宝呢，是想讲吼，要来去起一个楼舍，就是讲要起一间厝啦。但是呢，我想我厝若起好呢，我应该爱娶某啊。不过这应该是无够啊，不如卖啊啦。所以我提回来行，那国王就讲：“你若要骑车啊，也可以啊，来，
你搁摕三撮，搁好哩。哦，真正，底下拍开啊，就摕三撮的珠宝啊，歹咧就惊，再惊七步去，又停着啦，又回过头来。国王就讲，也搁是安怎呢？伊甲底下来的珠宝搁摕倒转去，伊讲。还是无够啦，既然是无够，我就卖提好啦。是安怎无够啊？就讲我有了厝，爷爷娶某啦，但是呢，总爱生活，我爱有田地啦。我嘛有了田地呢，嘛爱有人做工课啊。除了田地，嘛都爱落笔呀，我想，这个嘛是无够啊，所以我搁提倒来行李。国王就讲：哦，既然啦安尼，无你多，七堆好你啦，七撮哦，七堆的珠宝，好你提起啦。哎，就个提嘞，开始呢，拍嘞都往前走。同款，行七步啦！哎呦，搁再排倒转来，啊，还是买啦，还是搁行李哦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啊，我那是起厝娶某，啊有田，啊虽然啦，安尼生活会用啊，不过呢，后摆我会生男育女呀。我若有后生查某囝的时，爱为因嫁娶，啊嫁娶了后呢，啊，搁落去呢，迄、那个吉凶啊，唔知因的生活好啊歹啊，生活若好我就安心，生活无好我嘛爱帮助伊啊，啊用遮尼真多呢，用心啊，计较啊。哇，还行哦，买好啦。那、啊、这个国王就讲，你若安尼感觉无够，啊，搁为你的囝、查某囝，安尼伫咧设想，啊，无你看啦，你爱偌济，你感觉到有够，安尼呢，你做你搬去啦，为未来呢去储蓄。哦，真正伊都搁再甲规个拢总搬搬咧，又向前行，行行倒转来，啊，我还是买啦。我感觉起来，本来啊，我来搬啊，是为着我的生活，为着我要起厝，再来我会想我要娶某，过来我会想讲我要生囝。我要爱田园厝体，我还阁会想讲吼，我的囝的生活啊，实在吼，嘛是还阁无够啦，真侪的烦恼啊，都是伫心里，这我还是买好啦。这国王看到真奇怪，到底呢，你爱求的是啥物嘛？这位范子呢？他就讲啦，道理，那该好好去心思啦，好好的去想看卖咧，人命处世到底有偌久呢？到底有几年嘛？吼、哦，这个人命处世无偌济吼，万物无常啊，是旦夕难保。这个万物都是无常啊，再去唔知道阴暗呢，到底还阁保会掉无？那再讲啊，姻缘啊，随中啊，由苦入深，这个缘啊，愈拖愈济啊，那真容易呢，和这个缘啊，安尼拖落去，啊，愈拖呢，要求的代际愈多，那。这个苦难啊，
愈来呢愈含愈深嘛。那所以呢，他就讲啊，积薄如山呐、啊，无益于己哦。虽然呐、啊，你要给我真多真多啊，但是呢，我为我的子孙墩墩积积，好亲像山到顶，到头来出世到底有几年呢？啊，这个财宝啦，一切呢，那、啊、对家己呢，有什么款的利益啊？无用啦，所以呢，积薄如山呐、啊，无益于己吼。所以贪欲归途啊，动作艰苦吼。干那一直伫咧贪欲，这个欲呢，实在是贪袂尽啦。你骨卡安怎规划呢？你的人生的难度要画偌大，扩偌大，其实呢？这只是呢，对自己啦，是一种的艰苦的代志，所以咱不如我失意求无为道，不如我把这个欲念呐，安尼呢，改掩饰落来，唔通和这个欲念呐，安尼不断不断往上升，那就辛苦的啦。无为道呢？就是讲，咱用清净的心，清净的心啊，不受世间万物利欲所污染。那安尼呐，我才会当清净嘛。所以因为安尼，我什么都无爱啊啦，我什么都无想，要搁再求。哇，这位国王啊！听了后，非常的震撼，感觉到讲这种的意境呢，实在是至高无上。伊搁再进一步要甲问的是，这位梵志啊，已经呢现为了真正的清净，哎，光环耀目啊，是啊，佛的形象啊。原来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他化为梵志呢，来度这位国王。所以为国王说法，国王呢，再接受了佛陀这种心包太虚啊，两袖沙盖。开阔的心胸，虽然呢，大地之间有真多真多的万物，甲这个虚空啊，并无染着，这种的意啦，的境界，可以非常的向往，所以以归道佛法，那以佛为师。将佛陀的教养呢，要来给推为伊的国家教育人民，所以呢，请佛陀啊为伊的国人说法，所以全国的人啊，就是啊接受着佛陀的教育。心灵的思，这个思考的做作规划吼，伊的班导实在是真快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：“心如钢瓦书啊，无话
而不足。伊会当头去画真多真多的物件出来，这拢总是伫思考的内底。这思啊，就是咱的业障头前的造作，业障头前的造作。看看讲，一粒切啊，一粒切啊，伊在剥叶，才会当头成黄啊。哎，黄啊，都要去种，甲土地配合去种落去，伊才会大长，才会搁再结穗，才会当搁有枝啊。同款的意思，这个造作，这是书字呢，就是这种的造作。所以人过去无听到是干那一粒种子呢，听，就是来到这世人呢，搁有这个思想。外面甲境界，这个相甲心嘛接触，这叫做相。这个外面的境界甲咱的心接触到这个相啦，咱去分别我爱无爱。爱的呢，日日夜夜思念，这种的思念啦，它都自然去做作，这是思念，念念不忘，这个欲啊。我就是安怎样都破未离开我的心，所以他就会去做作。各位，真正咱爱学佛，咱爱清净，咱爱从外面的境界啊，一直呢来思考，往咱的内心，咱的心人人都是一面大圆的镜。你会当分分明明照得清清楚楚，惊那是目垃圾去，那这个境界都不分明啊！各位啊，所以咱爱好好好好啊，和咱这个六根呐，会当接触到外境，境界分明，这个意境呐，咱爱顾好好，才袂为着外面的境界呢。去得罪去吼，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嘛，爱搁多爱专注啊，咱的意境啊。